果豆萝三凋零。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？안녕할로时间全标三凋零，加来一碗肉。凋零真的很神秘的地方，就会开车来不到这边。然后呢，现在在火车站，没想到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火锅。我到罗山凋零，这里是超小小的车站，其实是有矿坑的地方，可是现在火力8.5度就没有那么发达，现在听说只有20个居民居住在这边。哇，超喜欢老师。然后呢，那个觉得呢好像是在纪录片里面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是很有台湾味。我们去山芋的路上，我发现宽哥的新店。本来宽哥在比较海边的，就比较远一点的，这个完全没有固定的营业时间，就是宽哥的心情来，要开就开，不想开就不开。好棒哦！我也想当这种老板。你好棒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？我们一起。他很乖耶，我这么大都没关系。好可爱的猫猫。
就很原味的那种，就很番茄，然后蔬菜是很蔬菜，然后里面有肉酱的那种。太阳来了，你吃不出来，你要吃。看着大自然，吃吃的，然后这里的食物都是很健康的样子。好喽，我发现说什么这边很适合爬山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想怎么办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是肥波，这里是 VS Media，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？欢迎来投稿，投稿链接就在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刚刚我走过来的是神隐少女的山洞，一进来之后就是三八咖啡。我刚刚因为没想到走这么远，超级低血糖，所以我就刚点甜的。我现在是人嘛，然后等一下吃完甜点之后变成一只猪，超漂亮的风景，짠건배，好开心啊！谢谢啊，布朗尼，很舒服。现在只剩下1%，快没电了。然后呢，吃了这个布朗尼之后，现在3%了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安妞，我来到我们的最后一站，大武下山，在基隆的一个海边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吹吹海风，然后就要回家了。本来要看夕阳的，可是呢，九分下雨，然后很多事情累积，然后就 delay 了一下嘛，就这样啊，抓不到时间，就这样，不可预测，很多事情，就这样吧，也很开心啊。这里很酷，前面有海，然后旁边有山。来海边的话，最近的天气就比较接近秋天的天气嘛，所以就带一件毛衣，可以披在身上，这样子很暖，刚刚好咯。好，我要去看海咯。
剩下一点点的阳光，跟他一起玩，大家都不想下水了，只有我愿意下水。好漂亮！哇，可能上辈子我是鱼吧，怎么这么喜欢海？可能不是鱼哦，因为我想吃海鲜。后面还有很多人，哇！好，这样子一整天，先去三角林，然后再去九份那边，然后再来基隆咯。结果彩虹妈妈开车到处都带我走走，就是当观光口的话没办法到的地方，就今天去了超多很神秘的地方了嘛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蛮疗愈的一天，超级开心的玩。大家辛苦了，今天一整天跟我一起玩。今天天气就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，热一下热一下冷，一下热一下冷嘛。白天跟晚上的气温差太多的时候，大家小心感冒哦，注意健康。那就要说拜拜咯，지금까지육탑방의선생님이었습니다，감사합니다。